很有压力的感觉。他们说什么那种恋爱的节奏我不懂哦，对方觉得我太快，那我该怎么办？那你这样子恋爱脑敏感度满格的这个状态会给人一种很有压力的感觉。一进来了以后比较喜欢一个女生，但是我感觉她有点没有安全感。昨天到今天我们就没有怎么讲过话了，但是我也其实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下周，如果你有空的话，我想再单约你一次。其实这个故事呢我犹豫了很久到底要不要讲。哎，请选择一位你最想敞开心扉对他诉说的异性，将与他分享关于你的故事。那是您的专属限定。你想走到哪里？我心里是想说，那当然是。此时此刻是我向往的爱情。他来了，你带来是女朋友了。见你会有点紧张，妥妥的偏爱，特别的复杂，你知道吗？我是累的呀，被爱情憔悴的呀。我想要跟他有，就是有更多互动。那边吃完吃这边。我的妈！你就站在门口，你别进来啊！你送我花干嘛？哎呀，干嘛呢？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你说我跟老穆是朋友的话吗？又要来了，又要来了，怎么回事？这个故事呢，我犹豫了很久，到底要不要讲？其实内心可能会有一些紧张。他的经历某些层面是跟我共通的。